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同班自学联队中国情绪的徐欣，我的题目是古地阅读。我呈现的方式是先播一段小小的动画，然后再做几个问答题。那我就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欣。重点节目开始时会先播出一段谈话，再回答几个问题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又是书，没兴趣。你怎么没兴趣？是谁说看书没兴趣？是你。跟我来。阅读的好处：一、增加生活知识；二、认识不同的文化；三、体验作者的生活经验；四、认识自己不认识的字。怎么养成阅读的习惯？一、多看报纸或杂志。二、养成固定阅读习惯；三、多接触不同的事物。我们来做个问答，当点击问答时就开始问答，答对就进入下一题，答错就继续答。阅读的好处有什么？一、减少生活知识；二、认识不同文化。如果我答一，然后再打错，然后继续打。如果我打二，他就会跳回下一题。怎么养成阅读习惯？一、多玩手游；二、多看报纸。是二。就是问评审，多阅读对我们好不好？恭喜你成为阅读大师，那我们阅读哦。我的介绍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我们自学通览联队的小朋友啊，他以为我们这次以为林毅抽到的题目叫做古地阅读。这次的题目叫古地阅读。好，接下来要进行。